言情剧是看过不少，套路也差不多全掌握，可看过预告的我还是被百事的郎君、钟景秀和女主的心动演技征服。不管是世子还是平民，这个恋爱就不能和我谈吗？四日 ，CBS 通过油管公开百日的郎君加长版预告，新剧中都景秀饰演的王世子李律因遭人暗算而失，导致流落民间成员的遇见抗命结婚，令而被抓到刑场的大龄女红心阴差阳错的结成了夫妻，在100天的伪夫妇生活中，红心渐渐爱上被大家嘲笑为无用男的元德，而万万没想到，当初把大龄女红心抓到刑场的结婚令，正是王世子李律颁布的法令，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，达成命中注定的婚姻，从伪夫妇到最后互相爱上对方，浪漫爱情氛围的转变，王世子和怨女和爱又甜蜜，百日婚姻充分唤醒我压抑已久的少女心，德心 CP 到底有多心动？从入门看起，唯美油菜花地里的牵手逐渐升温的感情，心动的 back up， 甚至还有解衣服躺在红心腿上的袁德，日常就是这么甜，牵手一起回家，未睡着的红心送肩膀，高能预警，全场最致命心动画面来了，壁咚的升级版床咚，你是我的女人，我是你的郎君，视频百日的郎君5分40秒预告，9月10日爱豆 APP 将同步直播，记得搬好小板凳来看。文曲登视频 TVN B8E3C4C7A117387238B461B1